个下午哈、哦，这个七点的行程呢，大概到这边，然后告一段落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船只呢，已经慢慢的快要抵达，快要回到了我们这个马公本岛的南海码头了哦。哦，这只左船跟这边呢、啊，哦，这栋白色的大楼就是马公港，在马公港的旁边刚好就是中正路，哦，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公司了哦。好，那等一下。